大家好，我是 KH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新手如何开始做交易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交易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技巧的活动。没有人是可以在一开始就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者，因此，我们需要保持耐心，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巧，并且不断实践，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交易市场的本质。交易市场是一个公开、透明的市场，所有交易者的交易都会被记录在案。因此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历史交易数据来了解市场行为和发展趋势，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交易决策。其次，我们需要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巧。交易是一项需要知识和技巧的活动，我们需要了解交易策略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，以及如何使用不同的交易工具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应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和行情变化。最后，我们需要不断实践，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，我们才能掌握交易技巧和策略，并且提高自己的交易水平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交易账户，避免亏损过多。总之，新手如何开始做交易需要耐心、知识和技巧的结合，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，我们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者。谢谢大家收听。